副宗主，您进入内泽不久，触敌就受到了鱼怪袭击，窃取畜生，皮糙肉厚，擅长水遁，我们几番大战，折损了不少人手。杀生呢？昨天，他追着鱼和鱼怪去了，我苦劝他也不听。而且，怎么？经我探查，合欢派那边，也与我们遭遇相同，而万毒门布置渭河，已连夜撤出了沼泽。我来之前。 宗主是和两位圣使一起来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老人家说，这里一切都由副宗主处理，便离开了。此间事已了，立刻带属下回湖栖山。遵命。那副宗主您呢？这鱼怪来历蹊跷，又杀了我们这么多人，我自会追查。 那些人也太没有骨气了！你小小年纪懂什么？生死关头可不是人人都能坚守的。可道长不是宁死不降吗？嗯，倒没看出你还有这份骨气。据说血公子杀人无数，怎么偏偏放过你呢？ 那你一定很恨他吧？起初我恨极了此人，后来慢慢明白，就算没有他，万毒门、合欢派早晚也会下手。鬼王宗，哼，只是抢先了一步。哦，竟能想到这一层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 我心里烦极了，待在鬼王宗。那天正好看到你们，也不知怎么就跟上来了。我绝没有任何害你们的心思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我现在就走。道长，反正我们也是四海为家，以后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哎，笨丫头。 他可是臭名远扬的魔教妖人，听说他以前呢……他以前怎么了？他好像也没听说他干了什么。不过他跟着我们，总没有什么好处的吧？啊！哼，昨天路过荒岗，林子里窜出来一头野猪，爷爷你撒腿就跑，还是道长救了我。我哪儿对付得了一头野猪啊？再说了，哪怕是一头老虎，你还不……道长，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啦。